必须摇头摆尾的向人乞讨。所以我们看狗很多的毛病是啥，是人给惯出来的，这说实在的。那么相反呢，有一种狗却是在中国国内交口称赞，什么狗？藏獒。这个藏獒啊，以前曾经有部片子叫《藏獒情未了》，也是2005年前后的。这个片子很感人，就这个主人呢抱回了一个小藏獒，养大了，这藏獒叫奔头。你比方搬家的时候，主人把电脑落下来，回一看那狗就在那看着呢。这中间呢，有的收破烂的想要这电脑啊，喂狗火腿肠，喂什么呀？藏獒过来就不来，就看着狗，看着这个电脑，对主人就这么忠诚。奔头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，你可救了我了，哎呦哎呦，要不然我这电脑可就没了，我就惨了。而且藏獒一般主人不管它叫狗，管它叫犬。而且一般的狗，你比方说藏獒这么大点小狗，一般狗那么大它怕这小的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獒身上是野兽的味道，不是狗的味道。一般狗一年发情两次，生两胎，藏獒一年就一次，这个跟狼虫虎豹跟老虎豹那规律是一样的。而且藏獒特别凶狠，比方说三头狼整不过一个藏獒。所以藏獒呢，它是呢在青海西藏那一带生存，现在呢被拉到这个啊中原地带、京津地带，反正全国哪儿都有了。说实在的，我看到这种情况我这心里头不好受。为啥呢？这个藏獒啊，它本来在青海西藏高原地区空气稀薄，它适应那种空气环境，显得特精神。可是一到了平原地区，咱们知道氧气多了，人生里头有种叫醉氧反应，狗也是一样，藏獒精神头就没那么足了。我们刚才说那个藏獒情未了里边，这不养这个大型犬吗？北京市里不让养，最后他没招，送给别人家。送到别人家，这狗到那不吃不喝，不认这家里人。这两天了，什么都没吃，狗粮、这个牛肉，我全给他摆上了，他一眼都不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后来我把这龙虾、鲍鱼全上了，看这奔头，眼皮都不抬一下。我伺候我爸爸都没这么伺候过，你瞧，哎，你们一来，你瞧这多亲。那您说这怎么办呢？要不弟弟您先把它接回去。我知道这养狗啊，就得从小养。这个确实是藏獒，打小谁养它，它就认你。你换一个主人，喂它什么好吃，它不吃，这最后没招又领回来，领回来。市里边有最后期限，你必须你得限期的，把这狗弄走。最后主人一想，怎么办呢？放生吧，让它自己谋生路去吧，给它带到野外回来了。老板，我走了啊。有点狗跟着就回来了。骂过邻居，还敢打包证，头放在我的碗里。有啊，奔头，奔头，奔头回来了。说下次放到那儿，开车回来。结果隔了大概有个一上午时间，这狗溜溜达达又跟着回来了。就这狗记道，最后放了这么四五次，这狗藏獒明白了，哦，主人不要它，不要它，藏獒采用了什么方法呢？自个儿咬舌头自尽，跟主人诀别。奔头，奔，看着心无刀脚，直掉眼泪，说这藏獒是太了不起，这说的。所以藏獒这种狗啊，在目前在这个中国国内，售价可以说最高，
而且我见的这种狗，我是肃然起敬的。它比那些像主人争宠那些摇尾乞怜的狗，可能是珍贵的多。您正在收看的是北方频道 North Channel。缉毒犬、搜救犬、导盲犬，有的人对狗比对自个爹妈都好。狗让人势，狗眼看人低，狗腿子。反正提到狗，好词不是太多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自个儿咬舌头自尽，跟主人绝。你说这个狗对主人这有多忠诚？老梁看电视，《生肖传奇之忍不住狗样》。那么咱们现在呢，很多人说啊，这个狗啊，到现在西方人那么推崇，你看我们这样。有好多这个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呢，坚决反对吃狗肉。咱们台里播过北方金石潭的节目，我做过一期，跟小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在那争辩，就说是不是要通过不能吃狗肉。我倒觉得这不是个事儿。你比方说西方的传统认为狗是人类朋友，不能吃狗肉，所以02年世界杯的时候在韩国打嘛，说抵制。其实西班牙把牛给弄死了，那不虚伪吗？牛对人类帮助就小吗？所以这只是不同一种文化的反应。要搁到中国，就在狗的问题上较真的话，我就认为太狭隘了。你比方说不准吃狗肉，那朝鲜族的朋友怎么办呢？所以你得尊重人家一种习惯。那么从我们的认知角度来讲呢，人的生命权大于狗的生命权。那么狗的生命权呢，和人的行动权是基本持平的。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上找个平衡，既很好地体现我们的爱心，不虐杀动物，保护动物，同时也不要过分地干涉我们人类现有的一种生活。而且我们对狗的一种评价，你认为狗好或者认为哪种动物不好，其实跟动物本身没有关系。天底下没有人告诉我们狗就比猪高贵，就比鸡高贵，我们吃猪肉鸡肉就心安理得，吃狗肉就不应该。对狗这种态度其实是人本身的一种反应，就说你这个人对狗怎么认知的，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些问题，你非要往狗那上延伸，你不觉得太执着、太偏执、太可笑了吗？就像现在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子女不孝顺，养一个宠物觉得这狗对自个儿都比子女知心，哎，这不就是人精神世界一种反应吗？这是一种情况。但反过来我们看，为什么有的居民看别人养狗费劲，有的人对狗、对自个儿养的宠物比对自个儿爹妈都好，你说这不又是人世界的另一种形态的反应吗？所以从这点来讲啊，狗本身没有什么。